Crazy Bubble Tea。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订阅、按赞、分享、打开小铃铛，那以后你就不会错过新的影片啦。在很久很久以前，曾经是一个多么不起眼的地方，这里甚至还有一些违法物、一些主卧，甚至单亲妈妈住的地方，竟然被一个眼光独到的发展商买下了这片61亩的地段。那个发展商就是 UOA。就让我们说一些关于发展商 UA Group 的背景。其实 UA 一开始是专门打造新基级的办公大楼。早期新建好的办公大楼呢，就包括了 UA Center、Wisma UA Pantai、Wisma UA 2、Wisma UA Damansara 1和 2、Manara UA Bangsa 等等。那后期呢，新建好的也包括了 The Horizon、The Vertical、UA Business Park、Desa Commercial Center 等等。从发展商 UA 买下这片61亩的土地后呢，他们已有一个很完整的概念蓝图，而且还种植10个billion，想要打造一个应有尽有的衣食住行生活城市，想要把原本的甘榜格林区转化为另一个完整的都市，那就是 Bangsa South City。发展商为了把整个邦萨萨规划得更完善，除了本身就是一个发展商，后来也开始做上业务管理，这也包括了酒店 Invito Hotel、 V Hotel、 Community Connection、 Conference 还有 Event Center 等等。然而竟然在这个小小的60个英亩呢，就已经有3大酒店了，你看到需求和供应了吗？然而万事起头难，那邦萨烧其实也不例外。现在在看视频的你们一定很难想象，短短不到10年前，很多人其实都还不知道邦萨烧的地理位置在哪里。而且刚开始发展商建设第一和第二栋 residential 的时候，很多人那时候都说这里的地点不好，因为都是马来区，而且附近有些非法物等等之类的 comment， 而且那个时候人流也没有那么旺。为了让更多人知道邦萨烧，发展商开始举办了很多的活动，也包括了 Nexus 的开幕仪式和举办各种各样的春节活动、社会回归活动等等。当然聪明的发展商其实也在 Nexus 这里设计了举办活动的场地，也不管是婚礼、毕业典礼、大大小小的企业活动和讲座，还是产品发布会，除了场地提供，还有餐饮设施提供给你一站式的服务。是不是想得很周到呢？只要你在这里举办任何的活动，都变得非常的省心、简单跟方便。在安全交通方面呢，这一点发展商也下了不少功夫。既然免费给所有人来这里都有机会乘搭免费巴士，这个巴士有固定的时间和路线带你去到邦萨烧的每一个角落，还有 LD stations。 除此之外呢，这里也有很多的 link bridge， 方便所有路行的人士呢都能走到你们所有的目的地。当然在这里的24小时的安全系统监控也非常的完善，而且还有专属的警察呢也在这里维持治安等等。话说回来，这个伟大核心的发展项目很明确的把整个社区都发展到很到位，这就是为什么连阿里巴巴也在马来西亚设立第一家公司就选择了在这里邦萨烧基地。而且今年2021年呢，拉扎大的总办公楼也设立在这里了。其实这里还有很多其他公司，也包括了 Pfizer 啊、大选购啊、 Property Group、 BNS 等等，全部都在这里，因为这里的办公楼都有 under MNC status 的。那么这些跨国公司在这里就能省下10年特定的上路税。这里还有各式各样的美食，甚至上下班都不用担心要吃什么喝什么，就连银行 ATM 机都有机会让你按钱的，而且还有让你购物的 AON。 除此之外呢，这里还有一个提供医疗看诊的地方了，那就是在 Life Care Medical Center。所以总的来说，从以上所有大大小小的发展蓝图，就让这整个地段完整发挥。现在如果你看回短短10年至今呢，这里的房价竟然已翻倍了100%，租金也随着时间增长中。所以如果你想在这里买自住或者是投资，真的不是问题，需要把握每一个机会购买一片具有丰富增值潜力的房地产地段，你把握了吗？大家好，我是 Jeffrey Chia， 记得订阅、按赞、分享这个视频给想买房的朋友，更加了解邦萨烧，帮助他们参考对的地点，保持又具有增值潜力的房地产吧。那我们下集见。